盘点在家唱叫挨打的童谣歌曲，你要是敢唱一首不挨打，我跟你信。第一首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走走走，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？我要炸学校，校长不知道，一拉线儿我就跑，一回头学校炸没了。你可真是小好学生啊。第二首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可是第一家还在吃面，一不小心噎到喉咙，最后离开了世界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听说在评论区发这两个表情包可以触发以上彩蛋，长按点赞还有小熊特效哦。第三首，汪汪队，我们都是土匪，左手拿着 AK， 右手拿着雷，白天超市抢劫，晚上去做贼。小伙伴们，玩笑归玩笑，这个可不行模仿啊，容易牢里坐穿。第四首，从前有个魔仙堡，有个女王不洗脚，每个魔仙帮她洗脚都被熏得不得了，又酸又臭真奇妙，一个脚趾一个味道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熏到。我有个建议，帮女王治治脚气吧。第五首，外婆住在澎湖湾，年年吃鸡蛋，没有筷子没有碗，用手吃鸡蛋，坐咱们家的马桶上看母鸡下蛋，下到凌晨两点半，下出个王八蛋。老师已经出现，我越看越不顺眼，穿越时空绕了两圈，他就死在马路边。阿芝，你老师听后肯定想说，有你这是他的福气。第七首，白龙王，哎哎放个屁，哎哎臭死唐三藏，还有啥？丢丢丢，西天取其上。啊，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。刷完屋顶牛刷匠，刷得白无芒。哎呀，我的小鼻子怎么变了样？我去，那是童谣啊，这分明是恐怖歌曲，我鸡皮疙瘩已经掉了一地了。门前大桥下有我一群鸭，快来快来逮一只铁锅炖大鸭，咕儿呱咕儿呱，原来是蛤蟆，住附近到底有多少蛤蟆，铁锅炖蛤蟆也还不错。说的我都流口水了。第十首，是谁发明了作业，每天写都写不完，抄位置写的难看，爸妈就变脸，不写作业很恶心，一写作业闹翻天，动不动让我出现，吵得我很烦，不写不写，我就是不想写，我写我写，这烦人的作业，是谁说的最快乐的是童年，为什么却有写不完的作业。小伙伴们，这简直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呀！不说了，写作业去了。